早啊，起来喽，6:30几喽。哎呦，的睡真可爱吧！起来喽，哎呦，天啊，起来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有拿好。今天要来煮蛋饼，然后他们昨天有没有吃完的鲑鱼，我就煮个鲑鱼蛋饼。哎呦，最近想养青蛙，所以新菜林就弄一个这样子，这样每天都要好好照顾它才能养青蛙，很好笑吧？蛋要没嘞，那今天最好要记得去买蛋。那蛋饼皮在哪？刚好蛋饼皮啊，在这里我看到了，有冰箱有比较没有那么挤的感觉，上个礼拜真的好挤。好，等一下。再做一个蛋饼，然后做大一点。起来喽！7:40了，6:40了，体积很重，我拉不起来。呀！好，起来喽！这是做一个很标准的鲑鱼蛋饼。这些鲑鱼要弄碎，我做的厚一点，这样子。放个青菜给他们吃哦，鲑鱼蛋饼加这个，加点花椰菜，花椰菜，拿哪个锅子呢？这个要刚好。好，我帮你查一下今天几度，你等我一下哦。今天几度哦？帮你查一下几度。
今天22度，22。再做鲑鱼蛋饼。阿勇起来没？阿勇，20。哦，粘锅底耶。停不起来，卷不起来。这不卷要焦了。这样，先煎了10块。拿过来一点。
然后再烫一点点花椰菜，增加一些绿色的。那滚！早餐好了，常说我会尖叫东西，你看今天就尖叫了，真的是，怎么还不滚呢？其实这个冷冻化一菜一下就好了，可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口感比较不好，还是等它滚了再拿起来好了。然后泡点冷水，泡点冷水好了。好了，滚了滚了滚了，再一下。冰镇一下。昨天回来到现在 ，Hello， 你还没刷牙哦？去刷牙。我刚刚在里面刷牙。在哪边刷牙？你真的？我是用电动牙。你真的有刷牙吗？确认一下哦。档案都还没整理，昨天从那个台东回来，还有一份啊，等一下。有点凌乱，等一下送他们回来以后再整理。好，
看是不是很凌乱。哎呦，不要坐在那边，去拿餐去啊。你要喝鲜奶吗？嗯？要喝鲜奶吗？什么？不要。姐姐要喝鲜奶吗？嗯，那我要喝咖啡。怎么了？你找不到什么？汤匙？你在这边吗？你看看这里有没有啊？这上面啊，是这里啊。嗯，这边有没有？这里啊，这里。怎么了？你还在发呆？你们不要先了，我就收起来了。嗯。把东西收一收。凌乱。直接吃掉了啦。Thank you.
还有你的便当是没带回来，便当盒。真的。哦，真的。没有哎、欸，巧克力好像没有，怎么了？这个。那是什么？那不是我吃的，那一定是阿优吧？阿优是你偷吃的吗？啊、哦，那也不是，不是阿优，那个不是啊，那是瓶盖啊。妈咪不是要买那个的瓶盖？对啊。是不是？几分啦、啊，姐姐？三分了。嗯？三分了。三分了。今天没有田径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十分准备。这个礼拜运动没了。哦，那就是十分准备出门，十五分一定要出门哦。所以在五分，你们只能再出吃五分钟。但是这个礼拜一定没了。为什么这礼拜没有田径？断考，然后你这礼拜断考。
这礼拜要断考。昨天的包包回来都还没整理，等下在他们回来再整理。里面都是照相的器材。快吃完了，这样刚刚好吧？不会太，不会太多。餐具我看看，没有那个。你会不会已经在里面，根本没拿出来？你的碗有找到吗？有碗。你说你的那个，这个餐具拿了没？不是碗。你的便当是？奇怪，我也没看到你的便当哎。我帮你看一下。你刚刚没吃干净，你看都掉到洗碗机里面。你放洗碗机的东西要冲一下，不可以这样子。我帮你看一下。你的便当，我真的不晓得你的便当在哪里耶。可是。阿优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想一下，你上次最后一次带便当的时候，不是用那个袋子？那时候袋子正在洗。我记得礼拜五在洗碗的时候，我问你你的便当袋，你跟我讲说你没有带回来。那礼拜五回来我就带回来了。礼拜五哎、欸，今天礼拜一回来啊。我记得是我礼拜五在洗碗的时候，我问你，你看，因为礼拜五是放学的时候我拿回来啦。可是不是这个便当袋。你记不记得？因为这个便当袋刚洗好，是另外一个便当袋，所以我礼拜五要洗碗的时候，我有问你，然后你跟我讲说你没有带回来。礼拜四吧。礼拜五。对，所以你就是不然那个那么大。姐姐就回来啦。姐姐回来啦？没有啊，你是中午回来的、啊。你跟姐姐回来的时候，你有放在车上吗？因为真的就是这个是妈咪帮你洗过的，这个不那我就没有玩啦。对啊，那你要把你的那个找出来啊，你的旧的那，就是你带去的那个找出来，你的便当在里面了。姐，你知道在哪边吗？他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对，真的啦，那个那么大一个，怎么不可能不见？现在就不见了，弟弟。就是在家里不会不见啊，因为。你不是只有碗不见，你是连你平常用的那个筷子的那个盒子都不见呐、啊。那都没有，我要哪一个碗啦？阿优，你一定是放在学校了，你就在学校洗一洗。你在学校洗一洗就可以。啊，不然怎么办？那家里没有那么多，你又带。啊，就没有那么没有那个便当盒啊，家里只有两个便当盒，一个姐姐，一个你的。还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你不是在车上就一定在家里，就在这两个地方。
然后是礼拜五啦，我那时候礼拜五还问你说，哎呦，你的便当盒还没来，说你放，你跟我讲说你放在学校。可也许还在车上，可是因为这两天你们有出去，有在车上，妈咪一定会讲。Hello， 老车，拜拜。